錢都不用，切，哎呀咁樣嗰啲咧，咁啊最後一支咯。點啊？而家忙緊。啱喺大陸翻嚟，咁就做門道。咁我下個月。即商演嗰啲。啊，咁我下個月我就喺 View 嗰度做一個直播，有一個飲食節目，咁就拍一個月咯，即接咗一個綜藝節目咯。即係做評判啊，睇住啲美女喺度煮嘢食啊！哦，就是同之前嗰個唔同啊，即係唔使英語啊，唔使係咯，之前嘅今次我睇我睇人嘛，睇人煮會唔會教啊？冇啊，我因為我11月4日咧，嗰度佢做個開會，睇下嗰個成個情況係會做啲乜嘢，咁就11月10日啦，咁就開始拍咯。嗯，咁我拍，我諗拍一個月到咯，因為佢篩選嘅有10個美女咁啊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咁一路篩選，就有一個冠軍咁樣。哦。咁啊，同我郭靖雄咧，同埋一個一定有一個專家啦，即係飲食專家。係係係，三個。啊，三個咁樣做一個綜藝節目咯。都好開心啊！同個兄弟一齊啊，好多年啊。係咯，咁啊拍戲就係試過一齊啦，但係綜藝節目就第一次咯。係啊係啊。因為之前有煮兩尾咯。都得嘅嚇，都試過。